啊，拜天公的仪式开始了，拜天公的仪式开始啦。我们接翻上一条片呢，我们接上一条影片，现在开始，我们这位朋友啊，张兄弟，他们一家人准备在要开始拜天公的仪式了。我哋張兄弟呢一家人咧開始咧，一位朋友咧，佢哋一家人咧開始要拜天公爺式啦。咁呢個係點香，點香開始嘅時候，點香開始嘅時候是要點香。這個香好像是有數字的，有那個講究的。香是有講究這個數量的哦。有說要幾根嗎？问老板，啊，嗯，有要几根啊？一个人三，每个人三根。那三根是代表什么呢？为什么是三根呢？按门问老板。你拜了几十年都还不知道吗？为什么是三根呢？啊，三根呢？你六根。啊，为什么三根？天地人，对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我心里边也是这样盆算，然后就一家人会一起由长辈带着，一家人呢，一家人是出来呢，是由长辈是带住的，每人三根一个香，长辈好像爸爸那个爸爸好像多啲喎，香好似唔止三根喎，我睇到好似有四根喎，二四五喎，有五根喎。用神仙，就是有一本喎，一个正个写作，四五五，一天全家平安，大家拢大赚钱。来，我们自己拍吧。痛苦啊，很高耶，咁啊，拜完之后呢，就会插喺一个罐里面，装满咗米嘅罐里面嘅，插喺度嘅。拜完之后呢，会装在一个装满米的一个罐里边。然后还有敬酒，跟住咧就会敬酒啊，系准备咗杯噶啦，三杯酒，斟三分一到啦，有三杯酒，米酒，斟那个三分之一。哎，还会哦，这个是蜡烛灭了，所以要把它再重新点起来。蜡烛熄灭咗，要重新点起来。对，风太大。风太大。今天风很大，我们这边靠海啊，风很大。呢边呢就靠海啊，所以风好大。我系生啊。哦，我哋之前咧係講過啦，有啲咩食物啊，其實咧嚟嚟去去都係咩噶啦，肉啦、啊、水果啊，一啲嘅傳統嘅果食啊，一啲嘅堅果啊、小食啊咁樣，米粉啊，仲預留咗一啲嘅鞭炮啦、啊，仲有嗰啲元寶蠟燭啦、啊、元寶啊咩啊嗰啲烧俾天公嘅一个纸钱嗰啲咁嘅嘢，水果就是肉类啦，还有果类啦，传统的果类啦，还有这个水果啦，
鞭炮啊。以前要杀猪哦。以前杀猪，现在简单了，不杀了。那么就除了啊，天公的待遇为什么变差了呢？哈，那会不会你待遇给差，他也会对你没那么好了？这个啊，真的不知道。所以这都是传统的习惯了、习俗了，就是上一代人传承下来的，传承上一代人传承下来的一啲嘅传统习惯、习俗。咁啊，喺台湾呢边咧就保留得非常嘅，还不可以吗？传承是不用，嗯，主要是能够接受。台湾人不一定是台湾人啊，台湾人是被奴役的。没事没事，那个不要说，我们说回这个传统的东西，我们今天晚上说，反正政治，我们先说传统的东西。啊，这个集中谈传统。啊，你自己去剪接。啊，我哋集中讲传统啦。咁啊，台湾嘅。对不起啊，你自己剪接 ，OK。台湾嘅传统嘅习俗，我们今天晚上主要是了解台湾传统的习俗啊。其实他们在拜神的过程啊，佢哋喺拜神嘅过程咧，我都不好意思去问一些问题。我都唔係幾好意思去問一啲問題，其實我心裏邊有好多問題要問啦。其實我心裏邊有很多問題想問一下主人家，有好多問題係想問一個主人家嘅。咁啊，好多時咧，因為我自己咧，因為我自己咧，我沒有，從小到大就沒有這些。拜天地啦，拜土地公啦，这些啊习惯，没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习俗的习惯。我从小呢，就从小呢，就没有这些拜天公啊、拜土地公啊这些传统习俗的习惯的。那么自小呢，就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长大的。我自小就是在基督教的这样的圈子，这样的信仰的圈子长大的，所以而且我们是基督教呢是反对拜偶像的。虽然呢拜天公他没有一个什么特定的一个偶像啊，没有一个实物啊，拜天公呢他们是没有一个实际的实物啊。那么他们对象是天公，那天公到底是谁？是不是基督教所说的上帝耶和华还是谁？这真的，因为他们心目中就是有一个神明在天上，那天上的这个神明到底是谁呢？那么他们心目中在天上有个神明啊，这个神明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是不是就是上帝呢？咁啊，佢哋其實咧心裏邊係唔知道嘅，只係有一個咁樣嘅對象，有咁嘅想像中嘅對象，就是他們心裏邊有這樣的一個想像中的對象，但究竟是誰，是哪個神，其實問他們可能也不一定說得清。等佢上，那我要放鞭炮，然後要謝謝。还有我们现在还要半个小时以后啊才会放鞭炮。那么现在呢谢神。还有谢神啊，到时候啊。那么我现在呢这第二条视频呢，第二条影片就到现在到这里为止了。我们到后面他们进行另外的仪式的时候再拍。现在就到这里为止先。等一会再接上去，拜拜。